下来了。那你听着，悟空哪集？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、哎、一集是我先喊的，师父你这才悟空、哎、好嘛，他是一集，您跟西游记台词我熟的，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，沙和尚也当然台词也不多，是就这么几句，您说说。大师兄、嗯、师父让妖精抓走了。嚯、哦、大师兄、嗯、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。哎呦呦，大师兄、嗯、师父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、嗯、大师兄、啊、我让妖精抓走了。哇、哦、全抓走了，没什么词儿，还有这么几句啊。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、嗯、师父二师兄说的对呀，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，大师兄师父说的对呀，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，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说的对呀。好吗？没有了，再也没说过别的了。是没了啊。还有最后一句。哦哦，放心吧师父、嗯、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。嘿嘿，好，这也算了。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？我看您没什么研究。那照您那么说，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。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？哟，我心情非常的低落。嗯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、哦、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您看看，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，嗯，横垄地拉扯一步一个坎儿，吃糖饼烫后脑勺、嗯、没听说过。您等会儿吧，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？你想啊，糖饼来了这一撕瓷儿，糖下来了、嗯、一舔，哇、哎、嗨，谁让您舔他来着？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。行行，我为什么就不舔？哎哎，您啊甭难过了，我算听明白了，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。您要真想成功，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，不付出努力和劳动，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。您说的太对了，一语点醒梦中人啊。我不能再说空话，我不能再说大话，哎，我要脚踏实地，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。对，不管是十年、二十年还是三十年，嗯，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。好，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，我怕什么了？都有谁呀、啊？黄忠，嗯，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，嗯，姜子牙80岁为丞相，佘太君100岁挂帅。孙悟空500岁取西经，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，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。我还怕什么了？是，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。哎，那您有什么擅长呢？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。哎，没擅长，但是我有爱好。您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唱歌。我唱歌也好啊，唱歌唱得好着呢。是吗？不管是老的新的，大陆的港台的，国内的国外的，全行。是这话？那当然。老的您会什么呀？87版《红楼梦》主题曲。哎呦，大伙儿太熟了。我们《红楼梦》，您唱唱。你也说《聊斋》。哎，您等会儿吧。我也说《聊斋》。哎哎哎哎，行了，这叫《聊斋》。聊斋啊，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。望凝眉。望凝眉。哎，一个是朗月仙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？这东西，谁让你扭的来着？这是老的，港台的我也行啊。哦、港台的您会什么呀？周杰棍的双节轮。嗯啊，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。周杰伦的双节轮。说不对了，还会别的吗？张信哲。哦，情歌王子。是，从开始到现在。这歌好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？好，这叫玩儿，这都是皮毛。我跟你说，港台的歌星，只要你挑得出来的，我就没有学不了的。是这话？那当然了。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蔡琴那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？对，我还真不会。不会你敢吹？我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没得换。想难为我？没那意思。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。好，声音比较低沉。对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
玩命敲打我窗。哎，你让他进来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样？这不怎么样。我就会一句。一句啊。能编上来就不错。嚯！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心里高兴了。嗯。就是这样，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。干嘛呀？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整个英文歌曲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这是什么呀？您这英文歌曲这是开玩笑哦！我最拿手、最拿手的节目，嗯，反串。不，您还能反串呢？那当然，我的反串足以以假乱真。是这话。最拿手的节目，新贵妃醉酒。哇，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怎么样？来一个可以，各部门得配合我。好，灯光、舞美、音乐，起。